最近好像很健忘，经常记不起东西。玉瑾从小成绩就非常的好，并且也参加了许多比赛，不过不知道后来怎么了，成绩一天比一天的还要差。玉瑾啊，今天去帮妈妈买一个导游。好好好。妈妈跟我说买酱油。姐，刚才妈妈叫我帮她买牛奶，对吧？嗯，牛奶哦，对啊，牛奶。会快长大。玉瑾的异样一天比一天还要严重，并且出现了一天浇了两次花的状况。最近一直忘记东西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妈妈之前也有发现你的这个状况，你还记得吗？妈妈有一次叫你买酱油，你竟然买成牛奶耶！妈妈也很担心，那所以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好吗？玉瑾啊，刚刚检查完，现在感觉如何？医生，我最近一直忘记东西，我的成绩也不断的下降，过程中我一直背一直背，就是一直忘记。之前妈妈叫我帮她买东西，买酱油，却买成了牛奶。医生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你的这个状况其实是可以治疗的，只要乖乖配合吃药，回诊就会好起来。要加油！我妹妹到底怎么了？她的状况很罕见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陪着她。我们一定会陪她走到最后。一定要好好配合医院还有医生的诊疗过程。我们期待玉瑾的好消息。关心他哦。姐姐要不要一起出去散步？姐姐，你看这个洞可以看到鱼耶。哎，真的耶，好可爱哦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哎，姐姐，你是不是常常忘记东西呀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或许
我真的忘记了很多东西，不过我很感谢我的姐姐和妹妹愿意陪着我度过这一段时光。